马英九参与马习会是否背叛您的中华民国？马英九，判个不？不。蒋公您好，现在我向您请问第二个问题：您是否认为您的中华民国已经在马英九的手里灭亡？换个蒋公，那么我现在向您更精确的请教，您的中华民国是否在1949年就已经亡国了？也就是民国38年就已经亡国了。啊！天哪！中华民国被攻破！哇！您是否同意？够吗？够，不够？不够。